今次嘅挑战者李智谦咧，你净系睇佢身形就知道佢系一个全攻型嘅拳手，听讲脚咧系佢嘅强项。嗱，今次啊，我哋嘅台主能唔能够卫冕咧，大家就真系要拭目以待啦吓。主出咗一招快啱巴，好靓啊！唉，可惜未所稳啊，俾李子天解到嘅啫。台主睇嚟有啲急乱喎。从技术层面嚟睇咧，林思齐明显比上两场系进步，但系睇嚟会输。如果第一 round 似乎好似冇乜組織咁，有冇問題？膊頭係咪有事？師傅，師傅嚟了沒有？你現在不要亂，他已經看到你怕他了。你夠 power， 把他弄到地上跟他較勁，鎖死他，知道嗎？不要讓他抓到你的動作。你嚟啊！你準備啊！快啲！快啲！已經看到李子天有問鼎總台主氣勢啦。
佢系唔系都输噶啦？再咁落只手断噶啦，系咪应该投降咧？嗬？Huh?